等等再试 Black 好不好？三十分后吧。哦，又卡光珠，又卡新珠才对。好，OK。哦，天降！我直接锤过去。北米峰要跳了。卡星就叠珠。好。在第三关。应该不会是英格利啊，英格利之前试过啊。OK， 再来第三。哎，不对，第四关了。好，进第五。第五这边洗一康，消水跟火以水跟木以外的属性珠，然后开龙科，不知道我消除这个这个，好，一组新珠。位置有点尴尬，好，这样好了。哇，版面也是很烂呢、欸。嗯，水珠、火珠、光珠一定要五颗，不然不会过。好，有一组星还行，第七关，所以目前还行，然后加一洗衣盒的技能，然后再开贝迷糊，好，下一关也是继续开贝迷糊。一二三四五七，好像刚好，这回消完就七了，就死了。好，保险一点还是多消一点好了，我很怕打不死他。好，应该要王冠了，上应该够吧，漂亮，王一，你这边直接开铜虎，开趴。真认真状态，这动画真的好久哦，这不能跳过吗？然后接着开贝米胡一康，开趴五十连击盾，直接趴十。一康，拜。
就这一康熙技能。其实我在想这边要不要康熙技能，因为实在是有点浪费时间。空转好像比较好。啊，差不多了。还能，还有吗？没了。应该能过吧，60%。OK， 过了，总算啊、哦！你转那么烂呐、啊，我的天！现在就是靠手转了，终于来到最后阶段了。这边没过就是手的问题，跟队伍没关了。彩虹文号出的样子。哇，完了，烧得好烂，燃烧。哇，手那么惨啊，我的天，发什么事？然后再来粘附，粘附这队也是直接无视，直接转就好了。7、4跟3，我打了7分钟哎，好慢哦！感谢英格丽的30块走内，杰洛能过吗？很多队都能过啊，今天可能不一定会是，感觉没有很快，可是3分钟到底是怎样？太夸张了吧？那感觉跟手的问题比较有关系。那已经不是正常人，就算照那个剧本打，有可能3分钟吗？不然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官方那个官方的影片啊，那谁转的？没有吧？你他妈是对啊，官方那个也打7分钟，你他妈是唬我？谁刷3分钟啊？怎么可能？我搜寻了一下，我现在才搜寻官方那影片7分42秒，你跟我讲3分钟速刷，还是他有不对啊？他只用一对打啊？3分钟进王7分过，对啊，干，那就是7分钟过啊！他妈谁跟我讲3分钟速刷的？出来！在那边嘴炮，我也是总共打7分钟而已啊！啊，那我就跟官方那个一样啊！我想说奇怪，我已经够快了吧，各位，我已经够快了。我想说怎么可能会有3分钟的？